近年来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导致人民生活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和影响。举凡柴米油盐都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，是基本需求。本所统整了民间团体所捐赠的爱心物资，结合辖内里长找到里内需要迫切需要帮助的里民，然后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。